这个白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上面怎么还亮着红灯？等会儿，我怎么越看越眼熟啊？有点像是吉尔巴利斯的未完全体。想必你们都知道，吉尔巴利斯可是文明的终极审判者，一个觉醒了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。上一次是加拉特隆，这一次不会打的是 MK2 吧？害怕。不过咱们有德凯奥特曼和特利迦奥特曼，妄图征服世界，吞噬地球，这纯属是在想屁吃。尽管放马过来吧。我去，我开玩笑的，大哥，我承认我刚才说话有点嚣张，可你不能这么对我痛向杀手啊。哎，别啊。哎，不会吧，这么多贝利亚，三四五六排都是贝利亚，你个小垃圾，你玩不起，跟我耍阴的呀你。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那咱们只能从最后面的第七排罐子开启了。嘿嘿，兄弟们，我宣布游戏结束了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里面究竟藏了什么。我就知道德凯奥特曼强劲型，先让他沾点阳光，咱们直接开一五路。是杰哥呀，那让我看看他能给我什么好。棒、哦、我去，开局就给这么牛叉的植物，又给了两个泰塔斯奥特曼，还有圣灵零号，还行吧，是时候让纳斯迪斯号放一炮了，直接对准了最后一排来一发。啊，兄弟们，这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啊，八个特利迦奥特曼，现在咱们这里德凯强劲型还有特利迦闪耀永恒型，我问一下这还怎么出，来一口气把这些贝利亚全部干掉，一个不留。